个面一直在发。那做过没面的发花面，没馅儿放点馅儿就行。会操作了吧？这个现在挺简单的啊，挺简单，我就怕你会溜，我没学好。嗯，包的客厅怎么样？挺均匀的，是吧？你咱这蒸制那个一干啥以后，头两个包子不能用出来。什么呀？就是头一两个包子大小可能稍微有点偏差。不是，你都有馅儿。有啊，你看啊。